这棒打得不错，在右半边拉得很高，林嘉伟还在推，还在推，这个球最后是跳起来出去了，岳振华solo home run。一开局，岳振华一棒轰出全垒打，帮助中信1-0先取得点。但二局上转攻为守，一下子被扳平。这一棒在二游方向穿越形成安打，许哲彦这一棒要让双方回到1-1的平手原点了。今天替代了陈胜平站到先发游击的位置。狮队二局上端起了机关枪，连连敲安，不止追平分，也不断拉开差距。这一棒最后看一下落点在哪里，落地没有问题，第一分要回来，第二分也要回来。打击皇帝林祖杰在台湾大赛第二场比赛一棒带回两分。狮队打线烫到不行，中信绝地反攻，追到只剩下一分差距。这时陈子豪突然伸来一点，哦，真的假的？哇，陈子豪快腿啊，中信快腿陈子豪。陈子豪罕见突袭短打，嗨翻中信板凳区，以为气势会再更上一层，但就没有再得分。九局下，即便派出代打张志豪、陈俊秀、詹子贤，但都被陈运文压制住。中场统一狮以10-3大胜兄弟，斩断兄弟的总冠军赛跨季9连胜纪录，将战局扳平为1-1。最后提醒，持续锁定东森，今年11月10号到11月24号欣赏热血12强赛事，一起为台湾加油。东森新闻综合报道。